弟兄姊妹，心灵寄语今日的主题就是神爱我们，爱得最尽。我们不是神，但很宝贵，我们竟然是神家里面的人。神不单止创造我们，更加重生我们。我们同神之间有一份最深的亲情。约翰一书十次提到我们是从神生的，主亦都多次讲到要指示父，圣灵感动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同时我们是阿爸赐给他的爱子宝贵的礼物，我们是主终极的挚爱，同主最深联合。而从雅歌第六章八至到九节，我们都认识到圣灵重生我们是有最高同埋独特的位置，神改变我们实在太厉害。咁喺度我都能够唔讲一样嘢系太宝贵，我觉得我神做得系最尽嘅，佢爱到最尽。我唔系神，但系一样好宝贵，竟然系神家里嘅人，神佢有家，我家里边系屋企人嚟，系咪？太厉害咧，系屋企人。我哋唔系神，我永远都做唔到神，因为我哋起码唔会唔系自由噶嘛，冇可能啊。但我竟然系神家里嘅人，嗱，我怕今日你家睇到神家里人嘅宝贵，哇！亲眼到咁厉害，系个家里嘅人。你谂下，你帮屋家里嘅人系点咧？系家人嚟噶嘛？哇！咁近，我哋唔单止俾佢做，佢真系好尽。虽然唔能够成为神。唔系神，因为根本冇可能，我唔系自由就已经唔可能系神。但竟然我哋唔单佢做，但佢一生嘅，系咪好鬼？竟然可以有份亲情，呢个亲情超过晒地，远远超过地上嘅父子亲情。所以你要认识阿爸，小朋友，天上个爸，唔单地上个爸。啊，不因为我哋未够认识佢。所以就未咁感受。你有乜嘢？冇可能神做我哋啦。地上嗰啲嘅亲情敬过我哋帮佢真系有冇可能先？你话如果咁，我讲实话啲啊，神都会妒忌啦。呢个咁嘅事发生冇可能。你睇一路一个层面，植物、动物一路去，系好厉害。不过我哋唔够认识，就俾好创举整住我哋。所以要圣灵嚟使我叫阿爸。所以主指示父，使父爱佢嗰份爱咁劲，父爱主个爱念又好过而家你地上嗰啲，系因为我哋啦，俾好多嘢影响紧我哋，我未够开眼，阿爸一定咧有咁尽咁尽做到，所以约翰一书一封信讲十次，我哋从神生嘅，有一份啦系最深嘅父子嘅情。佢话预备晒成个万有啊！你阿爸预备几多咧？佢念永恒，佢永恒会继续去噶，唔会停喺度，即系升华。佢能够将个爱子都咁俾我哋，你话你咪学紧所有你个屋企嘅爸爸妈妈，你唔好净系睇佢做嘅嘢，但系嗰份嘅亲情一定厉害，同样一样咁厉害，厉害过地上嗰啲。系我哋眼未开，系我俾好嘢搞住我哋，就俾魔鬼嗰意念就控告。佢为咗佢自己，佢会使佢全个宇宙帮最近嘅佢爱者，我哋呢啲佢嘅亲孩子啦，佢无限者嚟，佢预备到几咁好嗱，所以我只有俾整个爱嘅神迹嘅世界包住，好劲，但明显都系好多系为咗你噶。因为你是为了他的，为他这个最美丽的爱梦，很尽力做到。但他怎样啊？将我赐给他爱子，你几尽啊？做他爱子永远终极的慈爱，帮他爱子，这个无限的他爱子，最深最深联合。嗱，呢份全宇宙最纯洁圣洁神儿子
有神浪漫、无限美丽嗰份爱嘅爱子，父将我哋赐俾佢。所以我师父讲佢，即系我就佢原配，佢绝配嚟，同永配。有冇更尽嘅嘢咧？我对父，对主，就圣灵独生啊！我哋系独一噶，喺主嗰度独一，对圣都独一噶。雅各书第六章第八节、第八九节，嗱话有六十皇后、八十妃嫔，有无数嘅童女。主讲咩啊？佢话我的甲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，只有一个喺主心中。咁呢啲咧，咁啊，当然啲预表六十皇后好似以色列人咁啦，八十妃嫔啊，无数童女啦，仲有咧庄严中得救嘅人啊。仲有千人国中有啲冇犯罪或者等等就永恒嗰啲无数同类，表达即系一切啦，即管就好天使都好啦，我哋系真系太幸福，我觉得太厉害。主钉十一次嘅话，佢讲咗七次，真系太厉害。一个祷告，我哋系父喺创世前，因为父爱佢赐俾佢嘅人。是最高最第一，是个只有一个咁嚟表达。是他母亲独生的，例如讲圣灵方面，咁呢度咧就只系用圣灵嚟表明啫。咁圣都系 comforter 安慰师啊，系生养他呢、這个讲翻圣灵方面咧，所保爱噶。咁有啲亦做特爱，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皇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。哇！真有嗱呢份咁嘅爱，真系使我哋充满盼望，向我观看啲神光发现美丽月亮，即系佢呢份爱啦，同埋佢将心血抌喺个心上无限者啦，一变化系太厉害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虹，展开精锐军队是谁啦？啊，咁咪知道边个啦？讲紧你。有六十皇后，八十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。我的甲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，只有这一个。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些所不爱的。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皇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。